知道在，可以在直播间里问我啊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我。好，我们接下去第三个动作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还要新学哈，还要新学。好，来准备第三个动作啊，跟着我练，我已经出汗了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汗。来准备，开始啊，准备啊。
拉上去，拉上去，前后走时胯怎么动？啊，前后是第一个动作对吧？没打中的是第一个动作对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打、八，哪是这个？手势都是怎么样？手指头伸直就好了。手指头伸直就好了啊，手指头，这里面没有特别的啊，不用做我们五点五的兰花掌的动作，不需要啊，就是手指头伸直就好了，伸直就好了，然后做手并住啊，手指头就是不能松松的放在这儿，就没有美感，伸直就好了，伸直就好了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再来啊，四个动作啊，不客气啊，来，四个动作啊，来，准备。啊，准备啊！接哈，会了，同学打一啊。那个 Linda， 你学会那个胯怎么做了吗？好点没？好点没？打一啊，然后我们往后接啊。都会了吗？就是四个同学，二就是不会哦，那我还得讲哦。会了吗？来，我们往后接哈。接两个动作好吗？我出汗了，你们有没有出汗啊？好点了啊，好点了，好点了就好。还有打三的，打三是啥意思？好，来，我出汗了啊，不知道你们出没出汗啊？没有出汗，说明你那个胯没有扭起来，没有到位，动作没到位啊，没到位的话就是
没有起到训练的作用啊，没有起到排毒的作用，对吧？好，来，我们往后接哈，往后接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还是咱们的踏点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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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踏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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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用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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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那双手打开一会儿，双手打开。对啊，不用转腰啊，不用转腰，就冲一点，冲前方，冲前方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啊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慢点好吗？双手打开，这个手啊，不要太近了啊，画大圈，对，画大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注意胯。七、八、一、二，曲线出来，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三、七、八啊，好，这是一个动作。好，还有一个动作，把我们的双手架起来，架在两边啊，架在两边。你看，这个手有点像 V 字形，对吧？这是个 V 字啊，另外一只手也是个 V 字啊，然后做一、二、三。四，前点后点，前点收啊，三步啊，先不做手，先做脚。前点就是我的右斜方啊，左后方，右斜方收啊，斜前斜后，斜前收，斜前斜后，斜前收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没问题啊！好，我把手架在这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。我先不说话啊，就说脚路线。七、八，再来一、二、三、八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八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把两个动作连起来，合着音乐啊，来，合着音乐啊，跟着我连起来，合着来，预备。风里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望无际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低头地走在森林中，森林它一望无际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风中，那夜晚中，微风摇动，它好像是悄悄悄的。心中，那夜晚中，随风飘走，它好像是冰夏天时候就凝重。你是那我的小梦，想你会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冬冬的森林，又看到了希望。
起到这个训练的目的啊，动作做到位才能起到训练的目的。好，我们把六个动作连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直播间的小伙伴，手摁住大拇指，来，54321啊，准备。我现在在线有23个人啊，对吧？好，摁住不动啊，5、4，你看我出汗了啊，你们有没有出汗？你看我的汗。没出汗的话，说明动作没做到位啊，加油啊！3、2，点了吗？我看到苏红了，谁给我点赞？我能看得到啊！要点住不动啊，宝贝们是点住不动，然后我就能看到谁的照片就能出来。对，谢谢。谢谢亲爱的们，5、4、3、2、1啊，跳舞是一个有氧运动，对吧？慢慢出汗啊，能起到排毒、减脂，还有什么塑形，最关键是让你的人看起来精神，还有体态是很好，舞姿优美，对吧？你要模仿我啊，所有的胯的动作和身体的曲线啊，模仿我，看着我的样子。舞蹈最关键的就是模仿，对吧？看到我做的，然后去copy啊，copy，把你自己做出来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把几个动作连起来，好吗？一共六个动作了啊，现在六组动作，来准备，开始了啊。好好心事飞，也可以心里
这个是谁唱的版本，到时候我可以把音乐发到我们群里啊，如果没有进群的小伙伴进群啊。然后今天有24，现在有24个人在我的直播间里哈，是这样，我要找一个班长好吗，找一个班长啊，从现在开始雅老师要开始啊，有作业要交作业哈啊，如果有同学可以交作业，然后我会把音乐发给你，这样你可以在家里练习啊，在家练习。当然这个学习是需要互动的，对吧，学习需要互动，所以呢谁跟我回馈的越多，那我当然给的是越多的，好吗？啊，进群哈，希望你们进群，然后一会儿我会把这个音乐是哪个版本，因为这个音乐有很多版本，是不是有什么什么小凤唱的，什么这个唱的那个唱的啊，雅老师是哪个版本我可以发到我会发到我们的群里。然后我会今天在我这么多人里，我要找个班长啊！我现在截个图，看哪些人在我的……哎，我拍个照哈，正好对着拍个照。我在里面找一个班长，找个学习委员，找个班长啊，或者是一个人也可以啊。这样的话，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反映，对吧？我再找一下哈，希望进到我的群里来啊。好，都拍下来了，都拍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，出汗了吗？来，出汗的同学告诉我打一，出汗了吗？出汗了吗？我这个汗已经开始往下淌了。你们有没有出汗？有啊，暖暖自知说出汗了，对吧？琳达，你出汗了吗？莉莉出汗了啊！你看我这那头发都那个汗都粘住了，对吧？嗯。还有吗？还有出汗的吗？没有出汗，没有出汗再来啊！不许偷懒，在我的课堂里不许偷懒啊！不许偷懒，好身材是练出来的，好吗？好身材是练出来的啊！该升的升上去，该打开的打开，在你最坚持不住的时候，重复那么多遍啊，最坚持不住的时候是你开始练线条的时候出来了，好吗？嗯，好，来，准备，再来啊，来，准备啊，好。对，他毕业了啊！来，准备。而且希望你们在上我这个旗袍舞的课的时候，也可以把旗袍穿起来啊。然后最好是在跟我上课的时候，你们家前面有一面镜子啊，这样就会让自己的自信越来越有，对吧？嗯，好，来，准备，准备啊！
重复一点，好，来。
上课我得发给他，快告诉我，如果这个速度可以的话，打一；不可以打二，好吗？一，这个速度可以对吧？这个速度是可以的对吧？速度可以的打一，不可以的打二啊，这样我能及时的调整我的教学进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可以对吧？丽丽要二啊，这样我们慢速，前面可以，刚才那不行。好，我们前面慢速，后面快速，好吗？两遍慢的，一遍快的。尽量跟啊，来准备，来准备啊，把味道做出来啊，把味道做出来。生命它迷茫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动。生命它迷茫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北中。
想你有什么用？你的风从你手里，我爱我的心跳。COVID-19 vaccines have helped protect us. Over time, the antibodies created. Sorry, 好，我们再来，再来啊，再来，把它跳熟练了啊，来，准备，把它跳熟练了啊。扭起来，扭起来啊。风里飘入深秋，森林它迷茫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的风里飘在深秋，森林它迷茫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。只听到那南北中，那一晚中，为你摇风，好心之交也成了多心难中。那一晚中，为你摇风，你是那我的小朋友，想你会有什么用？我的风筝声音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我的风筝声音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我的风筝声音，OK， 打一，这样可以打一，来，赶紧跟我互动，快啊！雅老师很久没播了，都没啥粉丝了，直播间看过的人不多，得播起来，我得播起来。一可以对吧？这样可以啊，记得要交作业啊。那我要开始跟大家互动了，然后回头。我要知道大家学习的进度，这样有助于我们拿出一些成果，对吧？对自己也是一个好的展示啊，这样我也能了解到自己大家学的程度怎么样，好，方便我随时调整我上课的内容和进度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来好吗？好，来准备，慢的快的啊，来预备，来准备，等会儿我再带着大家做拉伸的运动。是的。
备，把那个脂肪燃烧起来啊，脂肪燃烧起来，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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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。当你投入生命中，生命开始忙碌，我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束阳光。我平凡地走在生命中，生命开始忙碌，我看不到他的行踪。只听到那南屏钟，那一晚钟，随风摇动，好心情也投到心南中。那一晚钟，随风摇动，好。你想要我的相拥，相拥又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冬冬的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训练啊，帮助我们肌肉往长线条走，好吗？是有改善的啊，不要认为自己的年龄啊，不要认为自己的年龄到这没有发展前景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是可以改善的，好吗？嗯，来准备。试一下啊。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，对吧？啊，谢谢贾怡，谢谢贾怡，不忘了停下来给我点赞啊！我们已经3588，谢谢。好，来跟我做一个运动啊，拉伸手。不知不落，不要吗？那么不喜欢听男的唱，听女的唱。好，来准备啊，试一下啊。稍等一下啊，温暖的，那些我的心思，任我
就是轮回的，这样有快有慢啊，这样能起到健身的效果，还有美的效果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继续。Every day。继续啊，继续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有的人一停下来就知道手按住看不起来位置，现在太好了，都不用我说了啊。我是有任务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直播有任务的，因为我要是老不播呀，老不播，因为在国外他开直播间是有要求的。我老不播老不播他就给我停了，然后他要看我的流量，看我的那个人数啊，关注的人数，还要看什么。只看到那如遥风雨，我一步一步都在身中，
生命让你有梦，让不让他的心痛，只因我让你为重。难以挽留，最重要的好心之酒，也尝了得心难酌。难以挽留，最重要的好心之酒，也可以是我酒里醉。你是那我的相逢，相逢有什么用？走出了匆匆的生命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手势舞蹈对吧？来，泉水叮咚复习一下，正好啊，做揉手，做揉手啊，正好喘喘气啊，正好喘喘气哈、啊。来，准备。其实我们还有好几个手势舞，我们之前还有一个萱草花对吧？这母亲节又快来了。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。泉水叮咚响，天上山河早还要早地来到我身旁。泉水呀、啊、泉水，你到哪里？你到哪里去？唱着歌儿，哼着琴弦，流向远方。还记得吗？这就是波浪啊，这就是雅老师训练的波浪啊。还有眼神，把眼神加上啊。最后一次。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响。江山上我们走过了草地，来到我身旁。泉水呀泉水，你到哪里？你到哪里去？唱着歌儿，哼着琴弦，流向远方。好，母亲节又要来了啊！下节课我们会复习萱草花啊。刚，哎，这我的视频号里也是有的啊。正好符合节日，每一个节日大家学会用自媒体来检验自己，好吗？好吗？今天很不错啊！来，最后再给我送个礼，大礼好不好？手指头放在你的大拇哥上，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四，放。
放着不动哈，我能看到你的照片上来啊，让我突破5000好不好？现在是4734啊，放着不动啊，放着不动，现在是4700多啊，4700多到5000好吗？谢谢大家啊，我今天已经是出了很多汗哈，真的是健身啊。真的是健身。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。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，把它别在你的发梢，在我心上，陪着你。长大了再看一座新娘。好，还记得吗？哇，太棒了，5400多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，把它别在你的发梢，在我心上，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一座新娘。谢谢。好啦，今天杨老师的课到这，每周啊，我在群里会通知的，上或不上啊，如果没有发通知是不上的，如果要上我会提前，都会提前1个小时。